差不多了。那我走了。嗯。哦。尤老师。怎么了？要是我爸睡觉打呼噜的话，不然你求……就在这儿睡吧。在这儿睡也行吧。你的脸，我知道我帅。完了完了，刚才小萌她看的就是这张脸，没脸见人了。不然你就在这儿睡吧。小木的爱的果然是我的灵魂。尤老师，床铺好了，可以睡觉了。哦。来了。你喜欢睡里面睡外面？尤老师，嗯哼，谢谢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就没有别的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尤老师，嗯，晚安。就晚安了。我们俩好不容易一起睡，你就没有什么真心话想跟我说吗？瑶瑶，瑶瑶，